去年十一月底来台加盟职篮的前 NBA 巨星魔兽霍华德晚间搭机返回美国，而由于魔兽与桃园云豹的合约结束后，下一季并没有续约，因此是否还会再来台湾打职篮仍是未知数。而不少球迷也特别赶来桃园机场为偶像送行，而霍华德也展现亲和力，替粉丝签名合照都是来者不拒，也难怪让台湾球迷依依不舍。